先您的大名。再吐再点。没有问题，好，那、啊、记得我们要马上吃完，要放冷冻哦。基隆圣安宫举办米汉堡爱心发放活动，由台北迪化街老店老协真发起。一大早庙里排起人龙，民众领到爱心米汉堡，觉得相当感动。我都蒸早餐，我每天早上都蒸给小孩子当早餐啊。他上班的时候就放在电锅，我出去上班我就给他蒸在电锅，他要去上班的时候就直接拿来吃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很方便，真的比那个人家西式的汉堡的那个还要好吃。开心开心，他那个华裔，哎，没办法，你多多来吃这个，没办法，轻轻开销一寡。为了保持米汉堡的新鲜度，冷冻货柜车直接开到圣安宫广场，总计有600户弱势家庭受惠，发出3600个爱心米汉堡。感谢哈，那个老协真哈，在疫情三年前哈，他们就在有在各地发放那个米汉堡了哈，啊，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社区和平里哈发放了哈，要谢谢他们哈。对，关怀一些弱势的哈，在中秋节前夕哈，送米汉堡给大家，关怀大家。老协真三年来已经走遍20几个县市，全台30间庙宇发放爱心米汉堡活动，首次来到基隆圣安宫大甲妈祖庙，让受惠的家庭相当感动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